那因为平常很多都有开车嘛，所以啊、哦，那个我们全家人，包含你爸爸、你妈妈，以茶代酒，敬大家一杯。好、哦，谢谢各位今天来参加。你爸爸七十岁寿宴，那等一下那个有准备蛋糕，再上生日，再上生日。那今天是我们先敬大家一杯，谢谢。餐点今天到等一下就剩下甜点跟水果，那希望大家用餐满意。啊，如果有吃不饱的话，全部让你带回家，就剩很多。